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真是你爱人吗？是的。能歌善舞啊，如花似玉。是的。但我还想问一下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黄金蟒。黄金蟒。蟒蛇啊？对。活的吧？啊，活的。你过来看一下。不。过来抱抱他嘛。我在想，女生不害怕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娶了一个比你高半米的美女，还陪嫁了一条蛇是吗？你这条蛇是买来吓张坤的吧？不是，因为我看他在舞台上比较辛苦嘛，所以我想带这一段小节目，可以让我老公在舞台旁边休息一会儿。哦，他咬人吗？不咬人，不咬人，非常温顺的。你被咬过吗？当时被咬过。你看，还是咬人吗？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接触过人啊，他现在通人性了。天天睡觉的时候也在我屋里面，现在也喂他吃东西啊，给他三天一次洗个澡。你不怕他晚上咬你一口啊？没有关系，对他老好的，三天给他洗一次澡，半个月喂他一次东西。我属蛇，我怕蛇，真的。马丁老师很喜欢蛇的。来来来来，我看。你给马老师挎到脖子上。不要你，不要你，不要你，我要是老帅的。老帅，来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宝宝。宝宝，宝宝哈，宝宝来亲他一口。群姐，你觉得我帅吗？我不看。群姐，我帅吗？帅。是你见过的最帅的男主持人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他什么电影都不敢说不，你知道？你是不是欠我50000块钱？是的。说我帅吗？帅。这女孩没说话。好了好了，不吓你们了。蟒蛇的性格很温顺，他也不喜欢攻击人，对，非常温顺的。然后呢，蟒蛇还有一个功效，夏天你要是在家里搁条蟒，抱着它睡觉，家里的蚊子、苍蝇、老鼠都没有。我说没错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家搂着他，不要开空调的。我觉得现在后背也一直在发凉，还是把我弄下来吧，好吧？哎呀妈！说实话啊，正常的人都会害怕，别说女人了，男人都会心惊胆战。我这是壮着胆子。哎，哪个观众胆儿大，上去感受一下啊？哎，那有个女孩，哎呀哎呀，真有啊！女生啊，来来来来。非常温顺的，您不要怕，凉凉的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蟒蛇呀不是靠咬而捕猎的，它是靠缠绕，你知道吧？它没缠你的脖子，再把你脖子缠上就勒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怕，它连男的不勒，女的根本不会勒。姑娘，你敢亲它一口吗？试试试试。好，来，谢谢姑娘，来，谢谢。